接着啊，看这个学者那些心态啊，有偏颇的时候啊，校正一定要很清楚。而刚刚讲到的或失则益，这个益啊，比方希望呢快一点，想找捷径，这就不老实了。所以弟子规说：宽为限，勤用功，功夫到，自身通。所以这些金句其实都是对自我不妥当的心态。比方这个义啊，它是把学问看得太容易。就是轻略，所以弟子规说勿轻略。有时候看得太容易啊，学的也求快，赶紧看到效果，急于求成，这都不妥当。这宽为限呢，就用功很重要，循序扎稳的，不要急于求成。这个义呢，还有一个意思是见异思迁。本来在研究这一部经典，有时候听到人家说那一部也挺好，比这个还好，一下子好像挖一口井，挖到一半又不挖了，又去挖另外一口井。那见异思迁到最后呢，挖了100口井，没有一口井挖到水了。有恒为成功之本，不可见异思迁。或失则止，我们看到这个止，有意思呢是画地之限，就觉得我不行了，我学不成，就像冉求对着孔老夫子讲我不是不崇敬您的道德学问的，力不足也，我力量不够啊，这个就是自己对自己都没信心了，我试着止，自己止步了，不愿意再迈向前。怎么克服这个错误的心态？用弟子规，勿畏难，是吧？勿自暴，勿自弃，胜于先，可循之。这对治我们呢，不要怀疑自己，不要退缩的这个错误心态，这个不对的心态。弟子规在谈学习这个部分呢，其实点出了我们很多在学习当中啊容易错误的心态。大家去体会到这个或失则多，或失则寡，或失则益，或失则止，就能很全面的看到学习错误的心态，进而把它改正。所以底下讲了，此四则。心之莫重也，这四个错误的心态啊，学习者都不太一样，教学者要清楚，知其心，然后能救其事，明白他的心态有哪些不对的地方，学习的心态才能把它导正。那说到这里呢，我们从事教育的马上有一个反观呢，那我们自己的学习心态啊，我们自己看清楚，我们现在的心态对吗？假如我们看自己都看不清楚，能看得清楚学生吗？
教人者，欲助人者要先自助。自觉才能觉他，自己觉悟了才能觉悟他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学习，我们自己会不会为难？我们克服了。我们今天会不会把学问看得很容易啊？学习起来不实在的，有点轻浮应付了。我们有没有急于求成？我们有没有懈怠，而不能勇猛前进的？这个都是学习可能出现的状况。有没有萎靡不振作了？越来越提不起学习的一种志气了、动力了？有没有应许？这些心态，这个心态一出来啊，这学习就上去。好，所以首先要治自己的心呢、啊，调整自己的心，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圣贤学生，看自己看得清楚了，就知道学习过程会出现的状况，就很容易理解后面学的人，同样也会有这些情况。不会指责了，反而是能够感同身受啊，进而去协助他。好，而这个学问呢，确实都是厚积薄发，不可能的，求速求快。因为现在的人比较普遍的心浮气躁，那都是因为贪婪、求快造成的。所以有一些在魏晋南北朝那个时代，陶渊明先生的学问很好，有一句话叫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，大家听过吧？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这陶渊明很美的一句诗哦，一句词。那他是享有盛名，所以他辞职之后回到家乡来，很多读书人就很仰慕他，赶紧跑来跟他请教怎么求学问，就问他有没有快一点。结果陶渊明笑了，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，都得下功夫了，还有什么捷径啊？虽然他这么讲啊，看到这几个走那么远来的读书人呢，好像还是不死心，还是盯着他，希望他讲出是好方法出来。看他们这么执着了，陶渊明先生呢也很顺他们，接着就走出自己的房子，到前面的一块田地上，对着他们讲，现在是春天了，你看春天这些麦苗啊，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它长高了？读书人说没有。好，接着呢又走回家门了，就在家门的旁边呢，刚好有一颗磨刀的石头，因为已经磨很长时间了，中间已经磨下去了。大家有没有磨过刀啊？现在科技物质太发达了，磨什么刀啊？不能用了换一只省麻烦。我们小时候都看过的磨刀吧，熬下去了。他就问这几个人，这个磨刀石熬下去，你们看到了它
熬下去了吗？没有啊。接着陶渊明先生讲了，说勤学，一个人勤奋学习啊，从春起。见其增，没看到增加，只有所长。学问都是这样的，点滴累积起来的，哪有什么一蹴可及？辍学，一个人学习中断了，懈怠了，如磨刀之石，不见其数。懈怠了，学问都一点一点在退步了，但是自己有没有警觉呢？好，要不要歇一下？因为我看你们很无奈的看着我，我有一点讲不下去了。见其正，自有所长。辍学，这是中断学习，如磨刀之石，不见其损。接着呢，我们经文上面，知其性，然后能求其事，所以教也者，教育者，长善求其事者，所以这个教育者长他的善性，调整他的模式，而这里所提到的重点，在学习正确的心。再把它延伸，从德行的角度，那怎么了解要长孩子哪些善心，就哪些德行上的故事？我们要很清楚现在学生的问题，才好导正。其实老祖宗讲无常啊，做人最重要的。常道仁义礼智信，就是要长他这个无常。就是啊，就是没有符合这个无常，就产生这些故事。我们看孩子长仁慈之心，而不能长知识之礼的心。有孝有仁慈，这个知识就慢慢就淡了，就转化掉了。所以人在教育旧事当中啊，长仁孝之心，而不是长他的知识。我们教给孩子功利啊，他这个知识就在增长。道义非欲望，责任非依赖，长大的责任心不是依赖啊，依赖久了又变成理所当然，那就病得更重了。
格言开头就说黎明即起，杀伤停除，要内外整洁，气氛变形，关锁门户，必亲自检点，整个家庭他都有责任。从小他的心就能关照整个家庭跟家人的需要，责任非依赖，什么都给他照顾得好好的，就变依赖了。仁义礼，这个礼啊是恭敬，不要长傲慢。现在找不傲慢的孩子越来越难，而我们自己为人父母有没有留心曾经讲过傲慢的言语态度出来？我很感激我的父亲，他在我记忆当中就是做主管。我父亲在银行上班，记忆当中好像是乡里，后来是副理，最后是经理，都是算当官的了。但是我父亲从没有在我们面前批评过他任何一个同事和他的下属。我自己长大以后再这么回想，我还是佩服自己父亲的修养，从来没有骂过人。因为人一骂人，这个傲慢的那种气焰就传出去了。尤其当领导气死我了，不听我的，那个无形当中就可能那个态度。而且大家注意一点，很微妙的事情，学好啊学一年都不一定学得稳，学不好我一次就会了。像我们这男孩子念初中念高中读文言文，读了几十次都背不起来。那人家讲那个剑桥语会无耻，一次就学会了。所以这个好的环境很重要啊，以人为美啊，只要有这些不好的示范啊，学的都快啊。恭敬非傲慢，还有一点呢，勤俭。一个人不勤奋，势利是本分；不节俭呢，这糟蹋东西啊，这无礼啊。对人要有礼，对一切物品都要有礼啊。啊，诸位朋友，糟蹋食物，对不起食物，对不起农民；糟蹋衣服，那对不起做衣服的人，对不起父母买呀。糟蹋东西一定糟蹋人。在一起的勤俭就是一个人的恭敬，非懒，懒惰就跟勤奋颠倒，还有奢侈，这个就是无礼。一个人 很懒，父母啊长辈都叫不动了，这就是已经无礼了。我们小的时候父母长辈一叫赶紧跑，赶紧去服务啊，做得很高兴。所以吃亏是福啊，那个越勤劳越热心的孩子以后就越有福气。好，智慧啊是从好学来的，所以要好学啊，非放逸，好像很懒散，得过且过，一天浪费一天都不行。定力，智慧从定来的。定力非纵欲，面对一些生活上的欲望诱惑，懂得节制，不会变成欲望的奴隶啊，这个才是智慧。我们现在的孩子有个定力，要好学，不然要达到智慧是不可能的。心
教学者，前面是讲教学的方法，现在是讲教学者应该具备的了解学习者的问题，而且教学者还要有人格魅力，他还有感染力，这是我们下一段讲的。善歌者使人记其声，善教者使人记其志。这个歌声很优美的人，这唱着唱着，人家不由自主了，不知不觉啊，就跟着他唱起来了，来就像跟着他一起合唱这一首歌曲，还有那个感染力啊，这也是譬喻，下一句。一个善于教育的人，会使人呢，听了他的教诲之后呢，想要继承他的志向。所以，教育者的志向是什么？为往生积聚学。这个教育者他知道。话不成传，这个社会跟民族啊，大灾难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就想到沈墨雨老先生，他对我们整个马来西亚中华文化的沉传是非常关键的一位智者，一位先者。我第一次跟老人家见面，就说，因为他知道我教书啊，教小学的。他说教书是最没有前途的事业。那个钱是指 money 的意思。但是呢，却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。钱没有可以再赚的，文化断了，那后面的人学不到了，可能他的行为。就一下子落到跟禽兽差不多了。作为学长，这一句话夸不夸张？告诉大家不夸张，我已经讲得很客气了，应该讲落到呢比禽兽啊还不如。现在所有的动物，谁杀自己的孩子杀最多？你听哪一个动物去堕胎的请举手。我们人类啊，每天都在发生啊，多得吓死人啊。15、16岁的孩子，没有人教他，他不懂啊，不懂事啊，在厕所生下孩子就往下扔啊。你说人不教育做出来那个行为吓死人。所以从这些社会现象呢，再想起沈老这一段话，那我们教育者啊，都要有这种认知跟使命。所以为什么读书人以前叫安贫乐道？他心安理得，他知道社会教育工作重要，他做得非常的心里踏实。在我们还没有学习中华文化以前呢，人生也是浑浑噩噩啊，遇到经典，而且经典无人说，随之无人解，幸亏师长给我们开解儒道是经典的这些微妙的道理教义，让我们能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当中，得很大的利益。刚好前几天我到香港去，在香港有一个论坛，应该差不多400个企业家，
个人哈，不是总裁就是董事长，啊，不是董事长也是总裁，因为啊，不是这个 label 的哈，不能参加。我玩的聚集400人，大家想一想，他这400个人背后有多少家庭？要是有一个企业家会遇到，先比呀，员工多少？30000多人，我呢？这一个聚会啊，那背后影响的家庭面就很广。他是企业主啊，他是带头的人，他带头学了，可能就改变他整个员工的家庭跟命运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盛会，也是很欢喜、很感动。而且现在这个社会啊，状况跟以前不太一样。以前是士农工商，主持人排第一位。那个一个大家庭老奶奶拿到好吃的，首先拿去给老师吃。哇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谁排第一位？商啊，企业家。变成成功的代表啊，这是一个社会的现实。那读书人，人家是企业家，变得很像教育家。现在是教育者，变得很像生意人。大学的学生，尤其研究生、博士生，叫他的教授叫 boss， 老板你好，不是颠倒。没办法，这现在的社会是企业家最受尊重。我到马来西亚这么久，大学都不请我去讲课，结果人家企业家好多人请到，跑来跟我讲：“蔡老师，你赶紧给我们多开一些课哦，都请我们去讲课了。”他也怕给人家讲错了，但你看企业家的影响真的是在目前社会。这个企业论坛，在我们在马来西亚印尼啊，近期也会出版。大家假如身边有企业家的，先打个热身。他说因缘成熟啊，我再告诉大家，一月初啊，应该会办一个企业家论坛。因为我们都知道啊，现在社会啊，伦理道德啊，沦丧的比较厉害，要往狂澜于激荡啊，这个还是有一点急迫性。我们尽力啊，掌握任何好的缘分，唤醒人性，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人，更多的缘能让他们明白传统文化的价值。这个社会就很有帮助。好，那我去香港都会到机场，每一次到机场我就很有感触，因为机场人很多啊，步伐都很快啊，这到底大家都赶着去哪里啊？人生到底会赶出什么结果来？假如赶出从一天笑170次，最后赶成一天笑7次，这个赶有什么意义啊？而且我们细细研究起来，人们赶着赶着去哪里？去追名逐利啊！追名逐利到最后。什么带得走？所以人空忙一场，追名逐利，没有人不干坏事，难免呢、都会昧着良心的。假如没有昧着良心呢，可能也追名逐利呀、没有尽到孝顺父母，走。
加一就叫赚翻了，人的知足了啊，很快乐，也很满足。那怎么报老人家的恩呢？真的告诉大家，我没有师父教诲，我现在还活不活在这个世上都是个大问号。我到香港去分享，后来那光碟片的市长他们在澳洲有看到，我们是三个人去讲，结果放到我那边，市长一看，哇，短命相，我29岁的时候啊，真的是快不行，开高速公路开车都开到睡着，很努力很专注还是睡着。所以告诉大家，修善积德要快一点，真正你的劫难来了，到时候急着要修的修不成，所以两件事不能的，心消和心转不能的。我还幸好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学习中华文化了，那转变了一些命运了，29岁那一关过了。我说假如没有遇到啊，就 say goodbye 了。哦，所以那种，因为我们后面明理了嘛，就知道还没明理以前，那个都是造业啊，本身又没福啊。而且你在这个社会大洪流，没有这些教诲把你拉出来，都不知道现在在干什么。所以三教者，这三教呢，能启发人的觉醒，改变他学生的命运，慧命啊，还有他的人生的命运呢，都因为有名师指点而改变。哎，他的学生觉得这样的人生有价值啊，效法他的师长的积极。而且啊，其言也，这个言呢，就是指他在教学，他的言语啊，约而答，这个约是讲话很简洁、简约，不啰嗦，可是很容易让人听明白。这个答就是意思通达，这一般呢、啊，都是很难批评。师长他到澳洲去，因为他把九大宗教团结得很和谐的，那澳洲是多种族多宗教的地方，就请老人家去咨询这一些经验。刚好啊，那昆士兰大学有一个和平学院，而且全世界已经有80和平学院，这些外国的专家就请教了化解冲突的方法。诸位学长，化解冲突的方法，假如一讲讲了20分钟啊，你看几个人听得懂？哦，你有时候听那个化解冲突的方法，越听越模糊。会这样哦？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书籍啊？讨论一个观念这么厚一本书呢？本来还有点清楚，越看就看到一半越不清楚。我说大家注意哦，你会越看越不清楚的，他本身也不是明白人。我们这一个时代为什么吃那么多苦？丧失民族自信心，老祖宗的经典一句话就把整个人生里完全彰显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清明，在止于至善。
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怎么经营这个人生的一句话呢？可是我们没有民族基因，不看了，去看翻译的书，看西方的书，抱着一本原文书啊，头还高高的，我非常有水平。大家注意哦，很多理论哦，比方说你现在要了解一个理论，一个专有名词，然后他在解释这个专有名词的时候呢，那一段话里面又有三个专有名词，然后你再去查这三个专有名词呢，他那个三个专有名词底下又有三个专有名词，注意哦，几个了？九个了哦。然后你再去找这九个专有名词下面的解释，又有专有名词。请问，发明这些专有名词的人是觉悟的人吗？你钻进去以后，那个脑袋会怎么样？大家注意看，现在忧郁症的人很多是书读很多的，读到最后被这些说法给困死了，然后活不下去了。所以那个明白的人是一讲啊，你马上心灵领会了，那才是明白的人。所以师长面对的是外国的这些专家，他们对中华文化也不是很了解。师长用比喻，你今天要化解冲突，就跟病人治病一样。哇，那没有人听不懂，谁都有去看病的经验吧？你先要把病根找到，病才能治。啊，都听明白？见月月而长啊，啊，要月而达。而这病根在哪里？在家庭。因为夫妻冲突了，孩子从小看父母打成这样，冲突成这样，你说他的人格相信谁跟谁的合并，那不是冲突的根源就在那里。好，说完了 2 minutes 两分钟讲完了，没人听不懂。你现在去市面上怎么化解冲突的书答，而且是什么？那个答是完全的从根本去解决问题。你不从根本解决问题，都是自摸在那里打转，自己也不明白，告诉别人心里还是虚的。好，所以啊，这我们跟着师长学习这些教诲，这些最好的开心道理啊，跟这些最好的譬喻啊，我们要多学习，领纳在心上。刚好你同学会了，你给他讲个譬喻，就跟大夫治病一样。哇，你的同学马上眼睛都亮了，三日，四别三日。刮目相看，这个时候你可不能傲慢，不能得意哦。你要说，哦，这是我这个师长他给我指导的、教导的。微而长，这个微啊，就是毅力非常的微妙；长呢，是他的解说，毅力很微妙。解说呢，能够啊非常的善巧、精准、精善啊，解说精善就是这个章。比方师长讲，为什么这个时代啊孩子不听话，学生不
讲了要让每一个人马上记住。所以师长说要坐之君，坐之亲，坐之师啊。君是以身作则，大公无私；亲像父母一样的爱护，不离不弃，不求回报的那种父母的心，完全信任孩子，信任学生下属，这是亲。师教育他，循循。长善就是师，这是师的教训。假如当父母的人、当领导的人、当老师的人都能够做到这君亲师的精神，一定能把这个角色扮演好。讲完了，没事。你看，这个都是世间人很棘手的问题啊。甚至是世界棘手的问题啊！哇，几句话没有人听不懂、哦、所以这个时代也有很多怪现象、哦、好像呢，在讲台上的人、啊、越讲人家越不懂，显得他厉害、哎、在很多高等学府有这个风气，哇，讲要讲的人家听不懂，还要加好多句英文 ，for example，、哦、我的英文本来就不好，哦、这个讲课的老师还加几个英文，我假如听不懂，就代表瞬间短路，那个出现杂讯啊，后面就接不好啦。所以教学只是要让听课的人受益啊，哪是说讲的听不懂，显得自己有学问？那是颠倒到没有办法形容，这个时代那个认知都偏掉了。还有的老师要出题出到难道这个学生咬牙切齿，他觉得很有本事了，这变态啦！哎呀，这个值得深思啊！万法唯心啊，心坏掉了，什么怪现象都有。你看现在人整容、啊、那女孩子还要把脸削平，拜托啊，那福相是圆满，你还把它削掉，越削越刻薄，那个削相也叫刻薄相啊。你不相信去看看哪一本史书可以找到秦桧的照片，他们都长那个样子。有福，你还不要，还要把它毁掉。所以没有读经典的人没有办法判断是非善恶。而且呢，这个师长接着又说，不止啊，人守住这个君亲师的精神，能把这三个角色做好。这三个精神呢，任何一个角色只要都能掌握，通通可以做好。哇，这个就是礼记学讲大道不齐啊，这个彻底觉悟的道理啊，不会局限在一个容器或者一个角度或者一个国家可以通，它可以四通全部都通，都可以用，都可以通，这叫大道。大家想一想，当儿子要不要君亲师？要啊，父母不对的地方你要以身作则啊，你用德行感化父母啊。是，你要善巧方便的劝父母啊，一无色说无声啊，亲友过尽是根啊，一样啊。你说同事跟同事，我要当一个好同事，也是君亲师啊。
任何的做人做事，我都当所有同事的榜样去，用兄弟姐妹的心境爱护所有的同事，亲，我懂的经验智慧他不懂，我尽心尽力协助他，是用很少的比喻啊，就能让人家明白这个喻就是知晓、了解、通达啊，就是这个喻字。所以这个罕辟、也是彰显了用譬喻啊，它比较具体。人很容易在这个譬喻当中体会到那个精神。比方我们都说烦恼贼，是吧？烦恼是贼啊，拖了我们什么东西啊？把我们的智慧拖走了，把我们的清净自在拖走了。那贼就是一个很好的譬喻了。既然他是贼，谁会做贼心虚啊？所以这个贼要爬上墙，要进入你家了。你是主人，他是贼啊，烦恼是贼啊。这个主人一觉醒过来了，知道这个贼上门来了，桌子一拍，那个贼就怎么样？就掉下去了嘛，那做贼心虚嘛。所以正念现前呢，人一觉照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嘛。哪有主人在怕贼的道理呢？是不？所以上书告诉我们，圣狂之分在乎一念呢。正念提起来，让主人觉醒了，不能让贼放肆了。这是一个比喻。另外一个比喻啊，猫抓老鼠，大家看过没有？想象一下就好。现在可能这个情景不多，坐大楼里面比较看不到。那个猫盯着那个老鼠。不敢出来，躲在那个洞里面。这个猫，状态非常勇猛，你敢出来，一把就把你给揪起来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就要学那只猫，盯着老鼠的样子。烦恼，你敢出来，给你好看。它一起来，一把就把它揪起来，不让它放肆。所以明天开始练猫抓老鼠，绝招实施，善观其心，一有邪念起来，马上就不让他放肆，马上把他断掉。所以啊，教学者呢，他能够在教学引导的时候啊，约而答，为而章，罕辟而。这样学习者会很受益，他知道圣贤学问对他人生的启发跟深远的影响，他也会希望自己能够继承像他老师这样的智慧，而且呢，要继承这个教学的职业啊，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。因为你是领导的，你可以做之君子外，你做之器，做之师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在自己企业推展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企业家，我们也非常感佩他们。他们也是好老师，他们以身教以言教，还有一个好的企业环境。
静的静的叫，把他的员工叫好。很多企业家很用心的，把德行不好的员工啊变得懂事孝顺。他们的父母啊，那是住几千里之外啊，说一定要坐飞机来谢谢他的领导。说我的孩子三十几年我没教好，居然是这个公司领导把他叫好，一定要当面来谢谢。我听到的一个例子是，这个夫妻还没停课以前呢，都要给他爸爸送房租啊。停了课以后不送房租了，这个老人家坐飞机来了解状况。其实在这几段当中啊，也都在讲到一个老师啊应该具备的条件，要能够张三就是要能了解学生的问题，要能有这种感染力，以德行去感化学生。接着呢也是讲到这为人师的应该具备的德行能力哦。那下一段说到了，君子之自学之难易，而知其美恶，然后能博予。这个君子啊，读书的人呢，啊，也是指教学者。自学也是强调啊，他了解到整个求学过程当中的这些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啊，浅深次第啊，他知道怎么去循序渐进。所以这一句话其实点出来的一个重点，教学者们自己要是一个好学生，他才知道整个学习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情况，要怎么突破。所以有一句格言讲到的，欲知三岔路，须问过来人。遇到三岔路了，接下来怎么走，必须问走过的人啊。学生要问老师，老师要是自己走过来的，自己曾经好学勇猛，自己曾经对峙自己的习气啊，怎么把经典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，他都有这些经验体悟了，他才能够把对的方式引导给学生，而且而知其美恶。这个其实是呼应了前一段的内容，知道他的美恶就是知道学生的程度高低状况，他才能因材施教。那都了解了求学问的这个过程方法，又了解学生的素质，他就懂得怎么协助他一步一步提升，而且在协助的过程当中呢，然后能博育，还要能够啊广博的去开导小。所以这个博育当中啊，这教学者要很能设身处地。每一个人他的成长背景不同，思维方式不同，必须很了解他的整个背景，他的状况，以他能接受的方式言语去让他明白。所以这个
了很有学识之外，还能够啊，很能理解对方的，他的成长经历啊，他的心情，甚至于啊，最好能建立啊共同的语言，啊，这样就更好沟通了。哦，能博育，然后能为师。能为师，然后能为长。哎，这当老师啊，很有爱心，因材施教，有教无类。除了平等的爱心，他还很能分辨每一个人的差异。紧接着呢，他才能够去一个地方当大官，当官员呢，当副官呢。因为他有这些爱心呢，又能够因材施教，他面对人民，他懂得怎么教育他；他面对自己的下属，他知道怎么栽培他。那大家想一想，现在当企业家的难度高，还是在学校教书高啊？我们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啊，你要把一个人讲明白啊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啊，大人比小孩还不好教啊。小孩比较单纯啊，大人的思想复杂多了，所以教大人比教小孩的难度还高。大家同不同意？所以假如结婚的人呢、啊，你自己学的传统文化，你另一半没学啊，那你就是带个弟弟，带个妹妹，是吧？你得很长期呵护啊，好好引导啊。所以，企业家的难度很高，那每个人性格都。脾气也不一样，认知也不同，你还要慢慢引导大家建立共识。哇，那这个当领导不容易啊！所以很多人没当过领导，很批评的，很痛快啊。所以你在团体当中啊，你当领导，比方公益团体，有一个同仁特别会批评。批评的挺准，人家说的准，做的对，还是要听啊。不过他假如常常批评呢，到时候你就跟他讲，你来做好了，让他试试看。不然他没有经历过，不知道什么滋味啊，是非经过不知道。批评很容易啊，真正去做了。所以当一个地方首长或者当一个团体的领导者，都要是先有这个教育的爱心，能为师然后能为长，能为长然后能为君。他是在一个团体或者在一个地方照顾一方百姓，再提升他才能做一个国君呢。故事也者，所以学为君也。这个当老师所培养的学问，培养的这些好的心境，都是在奠基啊，
家教育来做证明，慎重去学，因为他的影响非常深远。所以祭月三王世代为祭祀，这个三王是指禹王、汤王、武王，这个三代的开国国君。世代是指禹，这大舜那个时代的禹、夏、商、周这个时代。这为祭祀啊，这强调的是都很重视教育，都很重视选择老师来教育老百姓，教育人民。而且啊，他们那个时代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一些国君本身他们就是最好的老师。所以以前这个叫做圣贤政治，因为他太有德行了，为人师表啊，又把他推出来当国君。舜是农民，为什么他会出来做天子？尧帝把他选出来的。哇，这尧帝是真是爱老百姓，用心良苦，把女儿嫁给他，把九个儿子带到他身边当他的朋友。大家看，女儿嫁给他，那私生活一清二楚，藏都藏不了。所以一个人有没有德行，问他另一半就知道了。所以假如另外一半呢，对他都是肃然起敬，完了这个人的德行不简单。我遇过这样的人不多，但是有。哇，那个卢叔叔他太太对他佩服。卢叔叔有一段话，他说男人没有资格要求太太要孝顺自己的父母，应该是自己对太太好到太太很自然的升起对自己父母的感恩。哇，就是这样的父母栽培出这么优秀的男人，让我的人生这么幸福，我要报这两个老人的恩呐！哇，你看那个心境啊，这样子存心这样子去经营婚姻啊，哪有说另外一半不感动的道理？好，所以这个那个时代啊，也确实他们的人民都感动到羞耻自己不能像尧舜的德行去效仿。那个时代的人民是达到这样的心境。那禹王治理天下的时候啊，那老百姓有犯错啊，那禹王在那里哭啊，忏悔啊。哎呀，尧舜治国的时候，老百姓都耻不如尧舜，现在轮到我来治理这个天下了，老百姓都没有这样的心境，我实在太惭愧了。所以那个时代的领导者也是所有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好老师。我们接着看下一段，凡学之道，言师为难。这一段呢，就提到师道尊严的重要。而这个言师啊，就是指尊重老师，尊重道业，对学问的尊重，这个是最难能可贵的。所以这个尊重老师表现在依教奉行，而且这个态度一分诚
失言，然后道尊。人懂得尊敬老师的，那他讲出来的这些经典道理，自然他就很恭敬去吸收。那这个就尊重圣贤的教诲，道尊的道尊，然后明知进取，恭敬的来学习。所以是故君之所不成于其臣者恶。所以呢，一个国君不以对待臣子之礼的情况呢，有两种。当其为师则服臣，就是当这一个臣子啊，这个师是指就要去找一个跟祖先长得最像的人，让他坐在那里。这是啊，他要当祖先呢，那你还把他当臣子一样使唤呢，这个心就没有办法这么诚了。所以那个，所以长得像祖先有好处。我这个皇帝啊，都不能以臣子之礼。后世啊，就用画像，大家看好像这个市面上有卖这个满清十几个那个皇帝啊，那都是画出来的。这第一种情况。第二种情况啊，当其为师，他是皇帝请来教学的老师，他不以臣子礼对他。这个臣礼啊，皇帝呢向南面，臣子向北面，所以一些忠臣呢，要自杀以前，因为他不想违背国家，他面北啊，那个就是看着他的这个君王，然后这个自己，所以老师有另外一个称呼啊，叫西。坐在西面，面东，西西是指老师。主人叫东道主，坐东边。皇帝坐东边，老师坐西边，这叫不是君臣之礼啊，是像对待尊贵的客人。两种情况，不把对方当作臣子。所以这里呢，彰显了一个重点，就是一个国家领导者带动尊师重道，这个就很可贵。而现在这个时代啊，我们从事教育工作，传统文化断了好几代了，所以断了呢，是我们教育者的责任，读书人的责任。人家不懂叫正常，更不能去要求人。哦，你说这么大人了还不懂尊师重道，听起来很有道理。那人家继续问了，那他小学老师是谁？是吧？他以前怎么没人教过他？反正哦，找到最后呢，我们难辞其咎。三字经早等我们，教不严，师之惰。所以，这师道尊严呢，要靠老师自己的德行，让人家自自然然感佩、深情尊重。你说老师都拼命去赚钱，开 BMW， 开奔驰，你说？人怎么尊重他？他都不尊重自己的天职了，人家怎么去尊重我？从事教育，所以大
学真理啊，这大学所教导的这些理啊，虽昭于天子，这是天子公布的这些理解啊，无北面，就是老师啊没有微臣之礼啊，微臣是面北嘛，所以无北面，所以尊师。接着我们看下一段，强调呢，教学者啊，跟学生之间呢，很好的互动，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啊，懂得怎么问，怎么答问，所以学问学问呢，要学着怎么问，还要怎么答。所以善学者，善于学习的人，师义而功倍。老师啊，很轻松，那个义就是比较轻松愉快，但是效果却很好。这个倍就是效果非常好，又从而用之。这个用啊，是学生学得很好，老师不怎么费力，而且学生还把功劳都归给老师，那个用就是归功于老师。不善学者，不善于学习的人，事情而功半，老师很努力教，收效啊，功效啊，减半不好，又从而怨之，而且呢还抱怨老师教的不好，所以这个是善学者的态度。善问者足弓箭，善于发问的人呢，就好像呢在看木桶啊，以前的人烧柴啊，劈柴啊，这个弓箭木。顺着那个木头，比方它连轮比较密的地方，它比较坚硬；连轮松的地方呢，它比较好切进去。它就是顺着那个比较简单的，然后再施力啊，再把那个难的部分把它给砍。这个顺势的把它给砍断。大家都盯着我看，没看过。马来西亚是热带地方，你们有了小时候煮饭有，好 OK， 是我错怪你们了。好，所以先起义者，先从容易看的地方看进去，后期节目再扩及到这个脚印的部分。及其秋也，相约一解，就是顺着这样一直砍下去，就自然分解，把它劈开了，相约一解就自然分解脱落了。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善问的人，就顺着道理，顺着这些纲领脉络一直这样问下来，老师也顺着答，这样就很好。但不善问者反之，那不善问的人呢，就东问一下西挑一下，然后边问的时候啊，脑子里还在想很多东西，所以这个回答的老师讲着讲着还讲不到一半，好，那我问你，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他自己脑子也是乱的啦，所以这个就没有章法，就很乱了。其实有时候在问问题，不是想听明白，是想问看看呢，可不可以把它问到。我就不相信你这答得出来。所以这个问的心态要对。善待问者如撞钟。这个善待问就
善于回答问题啊，就像撞钟一样，或者小者的小命，你轻轻撞，回答的就轻轻的，你撞得很大，扣子大着它就很响亮，这个就是你问个小问题，它很奇力奇迹的给你回答，你问个小问题它不会给你讲两个小时，都是奇力奇迹在回答。所以待其从容，然后静其身，就好像那个撞钟的人很从容的撞，他从容不迫去撞那个钟啊，那个钟声余音悠扬啊，传得很久远。从这里衍生譬喻到呢，一个老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非常从容啊，应对自如，那个都是智慧自然流露出来，给人一回答印象很深，让人马上明白，然后就这个静其身呢，就好像呢他那个回答就会让人家久久不会忘记，他回到家里还一直在想，刚刚这位老师他回答的那些，哎呀真是开解的很清楚。一个好的老师啊，他平常是很清静无为的，不是脑子里一大堆东西在那转的，他很清静，静开生智慧，所以他很从容很定，人家一问呢、就像那个撞钟，他马上就回应。不善答问者反迟，不善于回答问题的，他就不能激励其己去答。所以持戒静学之道，这一些都是提升学问的重要的途径。学者要学而不厌，教者答者要教人。接着呢，我们看下一段讲到，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，即问之学其实就是师长常讲的研究学问，就是儒学、道学、佛学拿来研究。大家有没有身边一些亲戚啊，是专门研究学问的？有没有？有哦。大家注意看哦，研究学问的人，额头有没有发亮？然后呢，就是每天都笑呵呵，很快乐。这个才是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吧。所以这个师长刚好在2006年的时候在巴黎啊，我们刚好有一个3天的展览，跟192个国家做交流啊，其实最重要的跟他们交流，宗教是可以团结的，人民是可以交得好的，人之初性本善。就交流完呢，接着到英国啊去参学，英国有几所在全世界排在前几名的大学，结果去了剑桥大学，我们那夫妻跟班跟上。
教室啊，时常跟他们讲课。我一开始就很吃惊，英国人拿着麦克风啊，讲流利的北京话，我比我还标准呢、我这个还有一点福建腔，哇，很标准啊！我们你说很不佩服吗？下了多少功夫啊？一了解他的论文呢、用孟子写论文，用王维这个诗人写论文，还有用无量寿经写论文，拿博士学位啊，厉不厉害？现在人的厉害啊，有一个角度叫，人家做得到，我做不到，他就厉害了。其实这个逻辑不是很正当。为什么？他会的我不对，他就厉害了。但每一个人都重才能，哇，就是这哇，有才能好厉害，然后人就去羡慕才能，应该是佩服他的德行啊，这个风气才对。所以虽然他能够拿到博士学位，结果市长问他们，他们比教授说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，靠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？每一个人都想要，他们都读过了。接着问道，你们觉得这句话讲的对不对？这句话讲了30多年了，怎么这个社会没有改善呢？谈比的话有没有讲错啊？这些硕士生、博士生没有反应，看着社会不知道怎么解决啊。所以，假如拿到博士、硕士还是解决不了问题，那就是记问之学。人事啊，智慧观念能改变一个人，能改变一个家，能改变一个国啊！所以历代找有学问的人都封他为国师啊，他堪为一国人民的老师。我们应该是往这一个方向去提升程度。师父又讲到，你们都读过论语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啊？读过三字经，教之道贵以专啊。那他们是汉学系的，教之道贵以专，结果他读个中文系，一个学期学十几科都有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三字经拿来干什么？拿学历的。跟自己的人生有没有关系？那这个不解开。所以师长跟他们讲，你们可以拿到博士学位，不过你们还是生活在烦恼的痛苦当中，是吧？哎呀，博士拿不拿得到啊？可能到最后一年还得吃安眠药了，担心了。哎，真的拿到了，就快乐了吗？假如不能深刻体会知足常乐，那问题还是不能解决。好，所以记问之学啊，就是把经典这些教诲当作知识来学啊。经典的教诲啊，是智慧，不是知识，对吧？智慧啊，能解决人生的问题。而这个智慧啊，从哪里来？从放下习气来，从学一句做一句来的，从解行相应来的。解行相应呢，人的境界才能提升。不立行但学文，长浮华，不能提升还堕落。
但力行不学问，正己见为理想。我觉得这个戒心相应是提升的关键所在，而且他不止自己要是戒心相应有真实的学问，他还能够毕业其天物，就是他必定要能够听学生讲的话，他提出的问题，他一听就能给他适当的解答，关机的能力就很高。然后力不能问，学生的能力啊问不出来，但是呢，他已经遇到那个瓶颈，只是他不知道怎么问，这个。教学者看得出来，然后预知就主动观察出他要突破的那个点，然后帮他引导。所以这个观察能力就很强，看到他最近卡在的可能是贪多了还是贪快了，赶紧点他一下，或者是最近看到他有什么执着点，赶紧告诉他，与知而不知，已经告诉他了，他还是没搞懂。这个时候不要勉强，不要还一直要讲下去。有时候你硬塞啊，把他的雾门给塞住。他不能问了，已经告诉他了，与知他还是没有办法领会啊，所以什么知可言？就是暂时。先缓一下，再等待时机，可以。不一定啊，就机遇一定要现在把它讲明白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就跟大家先讲到这里。好，这个我们下一次一定可以把离机学籍啊，我们把它结束，然后我们紧接着就看。七十二人文，然后后面呢还有德育故事序与体篇，大家有时间也可以把它看一下，这个我们会都会一起来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